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是6月28号，也是我们开服的第3天。今天是有这个冠名的权利的啊，就是充够满2万，你就可以给这个区冠名。但这个冠名的话，我没什么戏了。这里离线挂机54分钟。快点，主流游戏啊，主流游戏被做得更惨。不过我这个真的是会被针对啊，无论做什么游戏都会被针对。这个，哎呀，太难受了。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排行榜啊，排行榜第一的这个战力 whatever 852万啊，他们今天850万两个人啊，其实非常好，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。首先我跟大家分析一下，昨天晚上过12点啊，就12点左右，就昨天，截止昨天晚上11点12点的时候，他们的这个战力是820万，然后今天过了一天，他们只提升了30万的这个战力，他很可能就要退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两个很可能就要退了。我分析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人家大佬可能是那种富二代，就富二代他也是需要有时间的，对不对？在端午的时候他可能啊很有钱，然后这样找我们干一干，但是现在啊他不可能每天都那么有时间，像咱们一样闲的啊，就可以一直一直玩游戏，你懂吧？所以我估计啊，刚好今天是周日，而端午节刚好不是前面3天过了嘛，今天已经不算假期了，今天是工作日，那他们可能已经去工作去了，就无暇啊进游戏里面玩。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战力其实差了挺多的，哎，点点到了750万啊，这里排行榜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是排名第8名啊，今天估计能够到个600万战力啊，和米克大佬啊不相上下，很准时吗？想法真的牛皮，对，我就这样分析的。就昨天11点的时候，他这个战力到现在就提升了30万，你说让我怎么夸他，对吧？我只能说你好怂啊，我逻辑真棒棒。然后今天我直播间标题改成瞎眼盲僧日冲3000，然后什么什么挨打，在线挨打。看我今天起的这个直播间标题是不是很有灵性？快醒醒，充钱了，马上啊！今天充钱的话，我一定要克制，你们一定要克制，要提醒我一下。然后另外有一件事情，昨天这个 whatever 他不是很屌吗？他不是很屌吗？但是他没有拿到昨天这个坐骑榜，你看这个坐骑榜是俊哥拿的第一，他昨天坐骑榜被抢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昨天微信上直接就崩了。飞会的兄弟也是咱的人，是咱的人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他当时崩了，然后到凌晨1点的时候，他就在世界的公屏里面喷人，给你们看一眼，然后只能放那么大，哎，就是他就骂一团废物，然后居然秀起优越感，这个可能我们的人说了一句什么，然后等着看下一句。他说的是死穷鬼玩游戏都不舍得充钱，哈哈哈！就这两个人夫唱妇随一起在喷。然后我怎么分析的？我分析的就是说啊，他们以为这个榜稳了，他其实昨天的战况是这样的。虽然我昨天没有直播啊，但昨天战况是这样子的。昨天11点52、53的时候，这个 whatever 上线冲了一波这个战力，把这个坐骑榜冲上去了，冲到了150万左右。但是那个时候俊哥也在线，然后他趁最后2分钟把这个战力提到了159万。好像是这样子，这个应该是咱们今天又提了一下，然后这个俊哥就超过他，就拿到这个榜一，所以他就崩了，自己就咬上来，可还行，都五环开外了，这个没有关系，五环之外的这个天地广大，对不对？咱们慢慢开拓，然后我说什么了？我说了一句很没有节操的话，哎，这个就是昨天的排行榜，啊，不对，这不是昨天的排行榜，是今天的。我说了一句话，我就说，哎，你不是没有抢到这个坐骑榜吗？没事的，今天的神明榜你们也抢不着，今天神明榜我给大家看一下，神明榜今天有个人高高在上，叫请别看我。92万战力，粉丝团是有几个大佬？是的，是的，现在终于有大佬了。请别看我是新的大佬，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位请别看我，其实和这个俊俊是一样的，和这个俊哥是一样的，是同一个人。为什么这个俊哥要搞两个号？就是为了冲榜。就第一天，他这个俊哥已经冲了一个榜，但是比如说开服的时候，你去做这个充值啊，那充值每个都是有双倍的这个钻石的，他就额外搞了一个小号。专门说是有这个双倍充值，是不是？对，他也是俊哥，就是有这个双倍充值。他双倍充值以后，专门搞这个号用来充这个神明榜的。这样的话，就直接相当于是有一半折扣了，因为他充的都是有双倍钻石的。这样的话，他这个神明榜就拿得非常稳了。你看这两个人都没啥反应了，对吧？都没啥反应了。是俊哥那么牛，俊哥这个反正就是他其实就是和我们一起玩游戏，本身也没什么想法的，但是他今天就是很刚的，就是想要干一下对面，毕竟对面把我们搞得很不爽，对不对？故意气大了，投坑的。对，我甚至感觉这个俊哥有点像是一个拖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这拖也拖得太过分了，他不可能是拖，他不是拖的，但是他这个太恶心了，我真的是服了他。俊哥没有来直播间膜拜一下啊？对，俊哥偶尔会来，他今天肯定会来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到时候来的时候大家膜拜一下。主播快冲啊，不着急，再去聊天啊。今天微信上面有一个人说啊，他说什么？我们在这儿找一个这个红包。他说的是有结婚的大哥吗？我尼玛，老公一个，师傅三个，不是，我他说的是我尼玛老公还有一个师傅还有三个徒弟全都他妈跑了。俊哥
在玩游戏，没有时间过来。对，他就是这样说的。有结婚的大哥吗？我尼玛，老公还有一个师傅，还有三个徒弟，他妈全都跑了，因为全都被这个排行榜吓到了。因为大家就觉得大家没什么作用了，对不对？就被这两个人还有其他几位大佬给带了，就战力太高了。他们现在也就100多万的这个战力，你知道吗？正常人现在也就100万的这个战力，托不会在公屏里逼逼吗？好 ，OK OK， 反正他们也不是托，这里面应该是没有托的。然后我怎么安抚的？我是这样说的。以后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来继续玩到8月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游戏里面这个拍卖活动每天都会给100的这个元宝啊，这个帮会拍卖会给，全服拍卖也会给，就别人拍卖之后这个元宝会评分。我们工会昨天每个人都得到了100多块钱的这个元宝，就是1000多元宝。而且我决定每天啊都在帮会的红包里面发一发这个红包，这个红包的话每天都打算发个1000块钱，我们先发个200，我们慢慢发2000钻石。哦，我没有充值，先充个2000吧，先充一个2000的，这个10000不要碰，这个10000千万不要碰，碰了以后我这个钻石今天就花完了。哪怕他是充10000多赠送我一个，这个648，我也不要。第四是哪个帮派的？第四也是我们帮派的呀，给你看一下排行榜第四啊，他也是 WCW 的啊，把对面的这两个人恶心的不行啊，我从山里来啊，就很菜，菜就完事了，是吧？他可能后面还吸纳了一些其他工会的这个大佬啊，小老，现在我都不配称这个大佬了，我就打算在这个工会里发一发，就是希望大家能一起留下来挨揍，因为我也是挨揍，大家也是挨揍，但是我们合起来合力就能把人家打退，分会的人咋整？慢慢合呀，我们今天一会儿去升级一下，然后我们发一下这个红包啊，发个2万块钱，我们每过一小时就发个2万块钱啊，2000钻，好开一个，啊，获得了6块钱。然后这个建筑我们来升一下，这个主殿，这个主殿我们今天已经升了一级了，他说的是在3、6、9、11、13、15的时候，帮会人数上限均会提升10人，所以我们这个后面升级其实不一定会提升10人，现在是90个人，对吧？然后主殿今天升级之后是从5级升到了6级，但是他好像没有提升人，还是90，这个有点糟心。我们先去福利店做一下这个捐献啊，捐献的话我们把这个全部捐献满啊，最高就是捐献615块钱啊，这个我就拉满啊，这个其他人不用拉满，因为这个还是很贵的。我就希望大家能留下来，只要人多，我就能揍过他，我有视频就能比较好看。然后这里，他需要额外的100万的这个资金，你们进来贡献一下，贡献啊不对，再贡献也贡献不到了。这个是福利店，需要到达6级，我们这个9级、11、13、15还能提升10人，也就是说还能提升个40个人，就130人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钱财都没进，慢慢进，因为那几个大佬他只要一退坑，我们很好超的，后面这个物价一贬值，咱们就很轻松超过他了，哪怕我们每天只充3000块钱。这个他说要福利店啊，这100万还不太够啊，福利店要达到6级， OK， 达到6级之后瑰宝阁还要达到5级，瑰宝阁还需要60万。哎呀呀呀，今天麻烦了，我还以为今天又能多10人的上线呢，那今天就只能踢人了。这在线的很多啊，我们来找找这个星儿传下宫啊，找94级的传下宫，这些94级的都可以传一下，昨天我们这个都没有传的，找找有没有退坑的。木雨大佬他好像要卖号，戏子88级我不想踢的，其实进来哪怕是运气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，他都是凭实力，要么凭实力要么凭运气进来的，我不想随便踢人。89级你看，这些都是跟着我们一起玩的才会有89级，现在80级以下都没有了，一天前哦有一个一天前的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就严格执行我们这个规定吧。副帮走完了啊，没关系，还会回来的，后面还会有人接手的啊，也欢迎所有看视频的人进来一起接手我们现有玩家这些账号，欢迎你们进来帮会管理啊，申请消息火舞、哦、接受。好，又买了，哎呀，22小时，再过2个小时我们好像可以踢2个人，这个笑傲罗刹请他离开吧，这不好意思了，前缀好像起得不太聪明的样子，好像是不太聪明啊，还是28万，这个贡献很难贡献的，非常非常的难，战力低没带醒人都跑了，慢慢来慢慢来，我们就是分帮可以做什么？分帮其实就是人装不下的，去分帮好一些，不然他四散漂流，没有一个主心骨，哪怕分会的会长也是一个主心骨，对不对？然后月卡我们领取一下啊，3个领了很多元宝，每日累充啊，领取一下，领取4级宝石，元宝领取第3天累充，哇，给了一个这个可以选的，选什么装备？里面够啊，可以领取72元宝，这个85钻石啊，无双神兵啊，235，然后反力。啊，又没有哇！这俊哥也上榜了，然后随风消逝获得了200块钱。高战不拉的话，高战我们要拉高战的，以后我们踢一个，然后看一下，就微信里以后说一下，如果你是高战的话，你截个图给我，或者你告诉我，我去看一下你是多少的这个战力。然后这个18块钱啊、买一下，买了一会儿去抽一个值，战力高吧。就是首先把这个200万以上战力的全都吸纳进来，对吧？我们这个游戏是要玩到这个8月份，肯定要玩到8月份。这次说到做到，上次我就被人说了啊，对吧？说我是托，我就带大家玩了10天，我就没有玩了。这个传奇大家就说我是托，对吧？那我这次就好好玩一玩，对吧？
主要是上次我们这个预算花太快了，那样的话真的止不住，而且我在中间也没有任何意义，这就太难受了。步云冲刺啊，今天是这个步云神兵没有戏了，然后我们这个战力已经达标，第一名的这个档我们其实都达标了的。然后这个步云的话，哇，这个其实步云的第一名这个也进了荷花亭，通过入会十天花了多少钱，花了62000。荷花亭我看一眼战力啊，你看这哦94级，可以等级高的，好的，进来了。这个我开的都是勿扰模式，他至少打了2遍电话才打进来的。我觉得过几天等对面人他不怎么冲了，对吧，他被干下去了，然后我们其他这几个人也不是很想冲榜，那时候我们就有榜了。现在这个你看一下还是有很多排行榜的，之后法宝精灵装备战力啊，这几个战力估计没戏，法宝精灵装备这几个我们可以搞一搞。现在差不多一天10000了吧，我们现在差不多是一天7000左右，第一天6000，第二天9000，今天可能也搞个八九千，因为我今天必须要周日必须要把这个买完，明天它就没有了，这个马贼宝图全部买完，等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买完，今天先把这个买了，在电话领取一下。然后还有个东西啊，下面这个红色冰魂礼包啊开了一个，然后这个特惠今天要买满，这个又是花个1000块钱啊直接刷，这个给的是升级神兵的那个东西啊， boss 全是人家的，人家也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打 boss 好吗，我们今天下午可以组队打一打别人的这些在打 boss 的那些大佬，今天我们可以组个队试一试，把人家清一清。然后今天还有一件事情啊，就是今天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如果爱心啊今天在做这个活动，他估计就可以和我们结婚了，他到了100级的话就可以结婚了，但我感觉 whatever 都没有到100级，他感觉估计也到不了，不过他说他还有个这个三昧金药水可以用，我们今天是没有三昧金药水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提升不了太大的这个战力，懂吧。然后这个神兵我们先升下级，然后有哇，这里有2400个神兵，这里还有那么多石头，哇，我就很轻松就突破500万战力了呀，来500万战力，好，有500万战力了。这里手动进阶501、502，哎，给了一个新的神兵，获得天宁神兵，从此走上什么？没看到，就被别人刷屏了。那钱花哪去了？我有一些是，比如说我每天600块钱做这个贡献去了，增加这个帮会等级。另外，我每天还会发一些这个红包，每天这个红包我都会发一下，就都是每天我在游戏里面发1000块钱。这个大家可以监督，我说到做到。我就希望我们帮会的人都留下来，就是不氪金的玩家，哪怕你一分钱不充。拍卖的加上我发的这些红包，你都有机会拿到个100多块钱，这个就能玩下去了。好，518万战力，差一点点。这次预算多少？我发点红包飞雪之星，但是我也只能发那么多，再发多不行的。精灵我们升下级，精灵激活这个技能，只加了1000。步云进阶一下，经脉自动修炼一下。好，等一下，这是有100万，只有100万冥币了。我的天，我还以为有1000万冥币，我的天，弄错了。绿领免费刷新一次，啊，这个太菜了。这个先不管，魂装这里穿一下，我想要先把这战力升到520万，做个人吧。冰魂我们来抽一下，这里可以购买14，别发红包提战力，我提战力也没有那么大的用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打狗棒碎片，我提升战力没有那么大用处，因为我感觉到第一是需要时间的，比如说过个20天，我就可以了，我就能够冲到第一了。如果其他人冲的没有多，因为后面这个游戏道具会不断贬值的，你知道吧？这里免费一次，我们抽一下。人家能秒我，但是人家这个战力今天就提升30万，你说我需要看得起他吗？不需要吧，对吧？人家可能一开始比较猛，后面就不行了。他不是榜一冠不了名的，我冠名其实没啥想法。打狗棒，我还给了一个轩辕下雨的一个碎片。这里阵法先不要管，这是升星的，我们来升一下打狗棒，加了7000啊，这个升星，加了3000，这个升星，加了2500。哎呀，菜，我一个第一也拿不到，我今天想拿第一，我就可以拿。我今天想拿第一我就充钱，但是这样充钱不划算，你要说我一个第一拿不到，但是我只要保证我视频有人看就可以了呀，我还不是这样充钱。好，今天副本还没有打，一会儿我们先把这个攻传了，待会儿等级太高的话我们就传不了攻了，别这样浪费拿提战力，我这个战力提升个100万，我现在也干不了别人，我当务之急我是说多带大家一起来，你没看到我们人多的时候帮会战我们就赢了，只要我帮会战不输，我这个视频就能一直做下去。有些人就是闲的邀请我加入队伍其实无所谓，我要传攻的，我看一下帮会里的这个传攻我还可以传吗？哎，已经没有可以传攻的了。好，我们这个等级已经升到了96级半，头条粉丝都点赞转发，收入就多了，我们慢慢会火起来的，这个其实已经很快，这个头条已经有1.7万的粉丝了，一天增加个300-400个是很爽的。然后打造我看一下啊，已经520万战力了，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之前麦子大佬其实有好多人都没有看到，麦子大佬他为什么说哎他不是托，给你们看一下，麦子大佬那天弹幕里和我们互动了一下，然后他想给我们看一个这个东西啊，就说他和他朋友的对话，这个朋友就是 whatever， 因为他朋友也叫 whatever， 然后他看我们直播发现这个排行榜第一名也是 whatever， 他就去问你是不是在玩龙武，然后他说对，你怎么知道的，
他就看直播间名字排第一了啊，我昨天看到他说要来玩我才跑过来的，这样不好，非要去人家打吧，游戏而已，介绍这些就没意思了，我不来他不是很寂寞吗，要不你也起来，然后他说他就不去了，这个官方岂不是乐得一批，这便宜不给他们。 OK， 大概就这样。然后麦子大佬再说一下这个为什么是真的麦子大佬，他这个6月26号晚上20:04发了一个这个截图啊，这个就是他右边是看我们这个直播，然后上面的这个是 SoftBank， 这是日本的运营商，他至少是人在日本，你说他人在日本的话他是不可能是这个托，你知道吗，托都请到日本去了，那这个代价太高了，不想看我差太多，我慢慢就能上去，你没有看到刚一顿分析你们假没听到吗，这两个人他现在就提升不了多少战力的，我今天轻轻松松升个100万战力就从500万升到600万，对吧，慢慢的就能干上他，对吧，我现在今天也是打算冲个6000-7000的，我已经很尽力了，然后额外多花个1000块钱其实没有问题的，跨国托这我就信了，是的是的，因为我就认为他是这个大佬呗，宝石我们看一下，给这个提升一下，花3块钱啊，这宝石还太少了，一会儿我们在哪去搞一搞，然后今天还有一个这个 QQ 的大佬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传奇的大佬，他说他半年前盛世龙城花了45万，他说以后我们玩传奇的话他就可以跟团了，因为我想想，我们他这个大佬他只玩传奇的，我们以后可能还会再玩一下这个传奇，然后他这个就是玩传奇的话他一定会来，然后本来我是说问一下他要不要收一下那个号什么的，他说他以前在三区花了43万就排名第6，其实就说这种传奇的，比如说他是烈火屠龙或者这个盛世龙城这种游戏就是特别的氪金，而且会有很厉害很厉害的这个大佬，好别的就没有了，我们今天冲了个2000，一会儿我们再冲，我们先看一下能提升的我们先提升一下，然后零售我找找，装备的话一键强化下，这个收藏室还挺多的，把这个平均使用一下吧，建筑瑰宝阁啊，这个是可以买2个50万银币的，这是给了这个帮会贡献，我被盯上了，这个我觉得以后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人，对人气高的什么样的喷子都会来的，大家一定锻炼一下自己的心态，把这个当做锻炼自己的心态一个方式好吧，然后天天返利看一下，充值领取，今天是开服第3天，明天才能领这个东西，商城我看一下，这个东西恰恰说明我们火了对不对，然后这里2.5折的购买一下，冬天塔购买一下，侠义值购买一下，这些都是很划算的，这个每天都要来逛一下这个商店，福利这里找找啊，这里在线礼包啊，我们全部领取一下，现在已经在线3小时了，全部都可以领取 OK， 然后每日签到，好签到3天给20个这个石头，神兵又可以升一下，然后今天充值的话最主要的就是把这个爵士藏宝图买了，我们3点钟再充值吧，我们3点钟再充值，然后现在的话先去做一下这些活动，帮会种树先去种一下，一键万年树，哎有叹号，我看一下这个叹号，这是大批升邪重宝的这些东西即将出现到楼兰古迹，我看一下啊，这个即将来袭已经来了，剩余20个我们去参加一下，我那点红包没有用，对于大家提升战力其实没什么用，但是其实就是一个收拢人心的一个作用，知道吧，昨天我们还看到一个这个万年灵芝，今天能不能看一下采集一下这个万年灵芝，这地图上万年灵芝数量还有6，哎稍等一下，我先去找这个万年灵芝啊，因为这个万年灵芝一会儿就会被别人采光了，我先去找一找，地上一共有6个万年灵芝，然后找到吧，邮件是什么，明天还可以布置哦，昨天我忘记提交这个作业了，好像提交还是没有，然后一键领取，这些是什么，十大坐骑高手，给了一个称号叫做十大坐骑高手，哇万年灵芝珍宝快抢，先采集一下，评分什么用都没有，但是1000块输都不多，输少不少啊，差不多可以了，你看这个万年灵芝你们都在干什么呀，都不打这一大个珍宝快抢，你们都不抢的吗，那我抢了呀，好再来采集的话每天就可以采集2次，哇这好爽，然后我们过来走一下，你看这里都是我们的人，敌方虽然说是有2个很厉害的大佬，但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卵用，来呱唧呱唧，这里切换一个这个合并模式，附近没有看到那个 whatever 可能是上班去了，给一个人提升，我给一个人1000块钱让他提升战力有什么帮助吗，没有，这个已经说了就是笼络人心，背包我记得给了一些好东西的，这个技能啊，天体石灵步运感觉也不一定能拿第一哦，这个要开个什么，要开个兽牙，这个五档的兽牙是110级，兽装我觉得应该开一个这个兽装，我缺一个这个兽装的，这个兽牙我已经有了，兽牙有一个哦，兽牙也没有，这个兽装替换一下，加了20000的这个战力还可以，这里积压次数已经2次了，这里就是一起积压就可以了，我们再去找找这边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些 boss， 你肯定拿不了第一，没有必要你知道吗，你要像我一样，像我之前在传奇一样充那么多钱可以的，但是真的没有必要，你这个万年灵芝那么大一个都看不到吗，还是他们都采集别的东西采集满了，不清楚，把这个楼兰盗贼清一清，这个楼兰开拓我真不知道这个楼兰开拓是什么用，今天投了特地下了个 B 站，感谢，我要争第一，但是能争则争，不能争就随缘吧，不然你们以后就看不到我视频了， 3D 画面有点头晕， OKOK 这个实在抱歉，这好像没有特别好的办法，
其实我们还有那么多大佬在一起的，其实挺好的。牛皮吹吹，我也没说我一定会霸榜啊，这个已经 OK 了。经常换游戏，我本来不是经常换游戏的，懂吧？我本来不是经常换游戏的，但是之前被别人搞怕了，然后这里揍下这里的 boss， 剁掉一头，哎呀，剁掉一头，随便买两个吧，又200万的金币了。银币 ，OK， 银币。然后今天晚上的话，其实有一场大戏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晚上8:50的时候，我们要直播这个斗罗，就是8:30我们下播，8:50的时候我们要开始直播斗罗。斗罗我们今天充40000币，40000币按3:50来算，也是14000块钱。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还要充14000块钱，因为斗罗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活动啊。然后这个夺宝马贼，我们夺宝马贼，今天我们等这个活动结束之后，人少了我们再去，不然别人可能会抢我们这个东西。这里这个坐骑之心，我们使用一下。OK， 马上530万建立了。我们今天怎么样花钱呢？我们今天花的钱就是把这个绝世藏宝图全都买了吗？是不是？投在一个火一点的游戏，让这位大佬揍了。然后绝世藏宝图我觉得可以先买。副本我先看一下，帮会种树、经验秘境、化身沦陷，10次可以进去刷一下这个经验啊！我又是17名，这个、凤求皇，我投，我揍死你！真是帮会战吗？今天第三天好像不是。华山论剑就先挑战到这里。我们今天这个等级，我想想怎么样搞啊？银币秘境妖王，我想想，师门任务今天参加一下，还有师门任务都来了，一键完成。OK， 10元宝。今天，其实我感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升级了。我们今天先把这个藏宝图买完吧。今天我们现在再充一个2000块钱，现在充一个2000块钱，我今天是这样打算的，就是充完这2000，然后藏宝图还是不太够，然后我们再充一个5000，到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藏宝图买完了。我们先充一下。这里这张信用卡，反正最后就剩2000的额度，啊，不用白不用。好，现在有27000的这个钻石，别的活动好像没有了，哎，除非我们是把这个冰魂抽一抽，我觉得这个冰魂还差30次就可以再抽一张橙卡，我们试一下，幻神符不足是否购买？再抽三次的话就是540块钱。OK， 打狗棒获得一个极品的冰魂，又给了一个龙牙，还可以给一次就是给50个碎片，非常棒，再来20次。现在是 V13 了吗？哇，刚才我没有注意，又给了一个打狗棒。我现在其实对这些无所谓，我就是要这个橙卡，这个不足。哦，他刚刚是元宝不足，花了一些这个钻石，这个就稍微有点亏。如果我先用这个藏宝图的话，我这个元宝就会多一些。给了一个王者之剑，还是挺漂亮的呀。这个就是我那天说的那个腿好白好大的那个家伙，来激活一下，激活一下升级。这个王者之剑有点美丽的。升星，这里可以升星了，打狗棒，哇，加3800，然后这个再升一下星，龙牙，加7000，哇，这个龙牙怎么加那么多？然后这个阵法二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些换一下，来，先来一个王者之剑，再来一个苗刀之祖，最后再来一个龙牙。好的，已经是536万了，管理员抓狗了，看我直播也体验到，其实，我就是有很大的价值。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刘强东一句话，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，如果你创造了很大价值，那你就是应该有这个收入的。如果你没有创造，你创造很大价值，你还没有做出这个收入，还不能养活自己，那其实就是你这个团队，你这个领导有问题。我们现在虽然还在亏的本，但是等到明年我们觉得差不多能平衡，然后等到后年我们就可能就开始赚些钱，等到5年之后我们就大赚特赚。哎，对对，我觉得我是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价值的，所以这些东西我也能接受，我现在多亏一点。这里宝石还有一些红点，这里5级宝石升一级，这里全套的宝石我看一下，已经激活了40颗5级宝石，6级宝石差太远了，只激活了11颗。套装我们打造一下。现在这个游戏有点 boring 了，你们发现没有？今天先把这个藏宝图买完，到时候能拆很多很多的这个元宝出来。这个请原谅我一个一个点啊，因为这他妈一个东西就是14块钱，很贵的，很快也就点完了，大家不要抱怨。我真的不是不知道去输这个数字啊，留个2000，留个200块钱的。OK， 啊，然后现在再充872对吧？然后 V13不知道要充多少，反正今天我们就最后再充一个5000 OK 了。然后1万的话咱坚决不碰，哪天我都不碰，我就缠他身子，人家人在美国。我没有任何的想法，哪怕人家就近在咫尺，我也没什么想法，好吧？这个又陪我是真爱，是真爱。但是传奇，我花了2000块钱娶米克大佬，难道我就对他不是真爱吗？对不对？你这个说话要公平啊！而且论排位的话，哇，这个加了12000的这个战力，哇，好爽！论这个排位看资历的话，那肯定是爱心大佬才给力啊！图图没有女人缘啊，你也在美国，哇！啊，今天反正就是美国没有这个节日啊，所以美国的大佬今天可能会多一些。然后因为今天大家都在上班，所以今天可能人气稍微少一些，只有11000啊，11000其实也很给力了。渣男实锤，不是，这就实锤了。你是没见过渣男还是怎么地？我不渣的，
真的很好。你在菲律宾，哇，就是国外粉丝有很多的。然后我们油管的话，我可能八月份的时候会考虑。真的，我还是很想去玩。后面我想了想，我真的觉得那个全游的那个电脑游戏，我还是想玩。美国现在晚上12点了啊？哦，对，美国有很多时区的，因为有的，比如说在纽约的这个时区，就是刚好现在是2:51。这个男爱星女爱星他们现在应该都熟睡了，嗯，然后有的大佬他可能去这个是12点，这个因为美国它是分很多区域的，有三个，他那边有三个主要的时区，夏威夷那边又是一套其他的时区，这样子。这个视角满意了吗？看一下我们这个帅气的龙。我真的发现在我看视频啊，传视频看视频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有的弹幕还真没有看到，我今天才看到，有那天有人在刷，哇，不抽这个龙，然后他就取关了，对吧？有些东西我就照顾不到的，然后这些东西寻宝，今天抽，今天就不用抽，这个东方中午都抽三个了，已经很给力很给力了。我们就等7天以后啊，3天以后吧，就是开服7天的时候，这个寻宝就没有了，他就会换一些其他的，但也是比较坑的活动进来。然后我们其实其他的人今天也进步了蛮多的，别看我点点俊哥，哇，俊哥都670万，反正俊哥昨天才530万呢，一天就加了150万，比对面几个大佬厉害多了。头条更新太慢，忍不住过来。头条因为我们现在做视频的能力有限，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小小的私心啊，就是我们头条那边如果一天传太多的话，比如说有的人啊，他可能今天没有看，今天有事没有看，第二天过来就看到2天一共有6个视频，就够他看了，对吧？如果每天就更新6个的话，那看视频的人岂不是会死？我要换一个发型，我这个发型其实挺好的，毫无悬念。这个元宝一直在加，这个真的就是14块钱挖一次。然后他给的东西其实是还可以的，然后神兵昨天那些要冲神兵榜的大佬就把这个搞了，他们就是把这个7000块钱的局势藏宝图全都搞完，就会给很多神兵。黑无常原版，哈哈哈哈，憨一点挺好呀，干嘛要那么聪明？我们有钱不还不够吗？对吧？培养啊，这个资质单也可以来，这个资质单好像是我昨天搞的一些，但是他要洗220次才能洗出这个甲级的灵兽。这个甲级我们这里只能洗6次了，这个慢慢来吧。但是这个能洗一下吗？这藏宝图只有117个了，洗一下洗一下。刚才出现的后面三属性都满了的，啊，这个太难了，我们就一直刷。哦，等一下，它开始消耗这个元宝了，6块钱一次。头条催更，啊，这个我们现在基于我们现在的现实能力来说，无论是他剪视频的能力还是我传视频的能力，现在我这个视频本身是要传5-6个网站的，现在我这个视频 好多网站我还没有传，我这个腾讯视频啊爱奇艺啊都还没有传这个龙五的这个视频呢。头条来的真的很多，然后名字自带旺图的基本上我感觉都是这边过来的，但是也有可能是看视频来的，从油管看视频来的。头条刚看完啊，3个视频您就看完了吗？那么快的，300个做一单。但是这坐骑啊真的很难升级，我去看一眼啊，这个大佬的坐骑是什么样子的，他到底是升到了几星才有这个战力。俊哥的这个坐骑我看一下，188万，11阶零星，哇，升到11阶零星，然后45级45级35级，好给力啊。45 4535，我记一下，我看一下这个 whatever 45 4535 45 4535，你看这个俊哥其实差很多这些东西的，这些东西主要是充值给的吧，应该是还有什么活动给的我不清楚，反正俊哥差他这个战力就差在这上面，但是俊哥竟然还能战力超他，就证明俊哥花了很多很多的欲望钱，懂吧？就这个坐骑他肯定是花了很多去买这个进阶单什么的，没有别的办法了，这几个单他是不一定能买到的，都是活动给的，他这个进阶单1块钱一个，50块钱才能升一小点，你知道吗？寻宝给的多，哦对，有可能寻宝给的多啊，人家可能寻宝寻得多，我知道了。对，这里这个坐骑单、坐骑之灵啊都有，然后他们这个4到5档的这个戒指，这个也抽了很多。不过等到110级之后，估计还要再抽，到时候这个装备就升了一档，这边是5档，实质上还有这个6档、7档、8档、9档，估计是这样子。好，200元宝，挖宝亏得很，不是，对我来说是 OK 的。小无常是用来升级的，但怎么升级现在不太清楚。我打算可能年底的时候，我再招一个人，专门剪这个短视频，剪到10分钟以内的，然后再额外创建一个这个账号，专门重新再发。那样的话，我估计是能够起来的，而且加粉丝的速度会比我们这快很多，因为短视频真的非常非常吸这个粉。10分钟不好不贵，不，我们长视频会有的，就是这种像我们现在发这种视频，长视频是会有的，但是短视频浓缩在一起，就把这个一天所有的看点集合在一起，可能一天加在一起就弄个10分钟，其实就足够了。长的都不够看还剪，短的是要剪的，就是在长的基础上，然后再剪一剪，不先升到100级，
对，有人就会觉得节奏比较慢。其实我们现在看直播，这个节奏就挺慢的。看视频还可以1.5倍速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视频本身是有一个这个倍速的，然后再加个1.5倍速。啊，对，现在就最主要是短视频看的人多，因为大家时间都很紧张的，短视频反而比长视频难。但是对于我们来说，不存在太多要考虑的东西，因为我们就是首创，相当于是首创，全网好像没有比我们更厉害的。当然你说 PDD 大佬他也充钱也氪金啊，也可能做一做这个直播，但他不一定做这个好看的视频，短视频流量很高，对的。我就打算靠这个短视频起来，这个短视频这个人我估计到时候再招一个，但是如果再招的话，哦，等级99就封顶了，要等开封。好的好的，那这个就不着急了。哇，那今天结不了婚了啊，我的天。好的好的，我才知道，那这个就很糟糕了呀。我们很奇怪，如果前三天都没有等级限制的话，为什么会限制99级呢？像我们之前玩远程手游的时候，它前三天就限制就是79级，我们这个确实是有这个优势的。别人想看这样的短视频，十分钟的短视频还没有呢，对吧？我们就做一做就这个短视频，去发一发，需要招一个端茶倒水，这个不需要，但是需要。我觉得以后，如果我真的能挣到钱了，第一不是100级，是99级，我第一已经100级了，你看，秒打脸，这个人已经100级了，哇，这个大佬是在线的，他一直在线，一直在玩啊。不过这个。boss 我们其实去做一下啊，星儿请求成功，不符合帮会等级要求，成功失败。这个我之前是95级的，现在就失败了，不好意思。招司机吗？老司机吗？就是我想着一个是传视频的人，因为传视频他基本上是最好把这个视频看一看，然后把这个视频里的这个精华想出来，然后取一个很好的这个名字，很吸引人但又不浮夸的一个题目啊，这个是一个。另外是再找一个人哦 ，ETC， ET 2 3 3，我想起来，你很早之前你就来过，我突然想起来的。我有好的内容，是的，是的，我觉得我的内容其实挺好的，因为我，直播也好，做视频也好，其实我们都花了很多精力，我知道能够做出很棒的这个短视频来。然后这个短视频的人才，我到时候会招一个，再等两天吧，好吧。今天刚发了15、16、7个，昨天怎么没直播？昨天2点钟我就在这等您了。剪视频其实，这个技能其实不是很重要，最主要是肯下功夫，慢慢去挖掘，然后能够感受到这个游戏里面这个快乐。再以后，比如说。咱们有100万粉丝的时候，我就得要找人专门去为我去打理这个视频底下的回复，以及回复这个粉丝的消息，然后我偶尔去回复一下。然后啊 ，UC 是浏览器，我还以为你说的是 UCLA。晚上也直播，建议还是把冰粉搞起来，这个差不多就行，我们能升的差不多就行了。这个升太多的话，现在不划算的，等以后这个装备贬值了，我们再去花钱，那时候就比较划算了。100万粉丝其实就是提高一个数量级，从1万到10万和从10万到100万，其实难度差别不大的，这个你可以。下来给我微信或者 QQ 发一发这个简历，发发消息。人家都生完了，还没结婚啊、哦，我还没结婚。日充5000刚土豪，哎，我真的感觉日充3000已经满足不了我，我可以搞一个日充5000，但是日充5000持续不下去，等到再过两天，其实我本来就是前三天稍微多充一点，知道吗？不清楚，你不要带坏我。虽然我前天也才下了一个 UC 浏览器，因为 iPhone 里面这个下了一个这个 RAR， 就是压缩包，必须得要用 UC。浏览器才能解压，再过几个小时就到了，大概是100-200个小时吧，差不多。预算加个10万，啊不，我们第一个10万我们也没有花完啊，对吧？我们要玩时间长一点，你想一天充3天，然后2个月60天，3000乘以60，刚好就是18万。我们现在已经充了19000了，现在已经充了19000了。第一天6000，第二天9000，然后今天充了4000，就已经19000了。所以我们除了这个的2万，刚好够我们充60天。对，等大佬退服了我就第一了，这个充到后面肯定我就无敌了，知道吧？他们在植树，海贼王那种抽卡游戏，其实就是抽完就很爽，但是玩不长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到时候可以抽一个爽的，然后我就退了。但是那样的话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参与程度。别的粉丝就是我之前做了一个这个抽卡视频，看的人也少，有本事就在游戏里面干我们，对吧？我们以后会玩各种各样的游戏，腾讯的也玩，但是我觉得腾讯的最好等我稍微有钱一些啊。小星星还在打这个应该是小龙在帮他打。上单身三国志烧二的话，我打算玩一玩。到8月份的时候，我可能会全游充个10万块钱。就是1万美金到2万美金之间，网易的，就是腾讯网易，一个是大佬太多，另外一方面也是由于充一个几千块钱，比如每天充一个3000块钱，其实没有别人干的这个大佬厉害。比如说老福的这个玩家，他干了一年，比我每天充3000，然后充个半个月还要猛很多。少二感觉没有少一好玩，好的，我理解了。对，最好玩一些耐玩的，我觉得像是我们之前玩的神魔，还有这个游戏就比较耐玩，一个是画面比较精致，玩法比较多样化。而且这里面就是体验还是比较好的，这个标题起得太标题党了，我确实没有房子可以卖啊。万安宝，哎，有个倾慕我的人送了，哇，匿名玩家送了我99玫瑰，感谢感谢。哎，谁知道这游戏里的99玫瑰是多少钱呀？哦，200块钱，188块，还有最后20个藏宝图。全游是一个页游，是一个国外的一个游戏，对吧？我们其实一个游戏比一个游戏多，最主要是我不要停下来，我只要不间断的玩下去就可以了。碎片现在。获得了很多，但是不清楚能不能兑换。这里已经有142个小无常了，可以兑换一个耶。实用，获得了零售小无常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零售小无常，
哎，小无常，小无常是比这个要好的，因为它是金色的边，但最好的估计还是这个浪淘沙呀。这个我们出战哦，这个继承一下，我们把波波上阵啊，上阵的没有办法继承，我们先把它重新加大一个场景。哎，身边就没有这个宠物了，现在应该就可以调了。哎，我现在身边就只有一个这个浪淘沙，我们继承一个这个应该没问题。我们以后还会获得更厉害的狸猫，继承一下，小无常继承一下这个技能，啊，继承单需要买四个，好，继承一下，啊，继承成功了，来，我们把这个上阵一下，培养的话是需要消耗这个元宝的，我感觉啊，悟性它还是零呀，那悟性感觉也是需要继承一下的呀，这个姿势稍微洗练一下吧 ，OK， 感觉差多了，这个可以觉醒一下呀，经验，啊，这个还能直接提升一下这个经验等级，吃一下，哇，哇，哇，这个也在不断的升级。升到了51级，可以的。阵法这里就一个这个，一个这个，这个其实换一个啊，55级才能上阵，先这样吧。然后我们觉醒培养一下，看一下是去哪儿觉醒。哎啊，但是需要这个元魂，那这个觉醒不了呀。浪淘沙元魂哦，这个小无常元魂我们其实可以觉醒的。小无常哎，果然可以觉醒，觉醒加了1000。OK， 现在藏宝图还剩最后几个，我们开一下最后四个。这里刚获得了400的元宝吗？哇，14块钱买400元宝。真的很划算呀！好，买完了。今天晚上任务艰巨，今天晚上我们还要开210个这个图活动的话，3:30有决战楼兰。